那你们决定要结婚呢？那一定要求婚吗？要求婚才会决定嫁给他。对啊。其实我还没有跟他求婚过。那你还你就要嫁了？我们应该是说断断续续的讨论过这个，应该是很重要哎。他平常就三不五时就在那边小搓一下，小搓一下。他不是说像人家想什么跪下来拿一束鲜花什么，我没有正式的，因为他知道我的脾气，我不喜欢那种 surprise 那种东西，我就会很冷眼看待这样。其实有的时候，女生真的是想要就是那一句话而已。你愿意嫁给我吗？所以现在没有了，没有要逼了，我们在假设了，我们在假设。好，好，时间也不早了，我觉得你们还是他应该回去，好好休息一下。你好像要跟我求婚呢，照刚刚那个出海这样眼神给暗示。好了，没有了，好休息一下了。好，谢谢。求婚这件事情是必要的，而且会让这个女生小雅永远难忘。你知道女人心海底针，就是我不说，我说我不要不代表我真的不要啊，就是你知道要贵给谁。怎么样，我觉得他们好棒哦。可是我觉得女生很在意没有求婚这件事，但其实他有期待，他讲对不对？有，我也有感觉到。可是那我们可以约他吗？可以啊。我们可以打给他吗？可以啊。这会不会违反程序？不会啊，不会。真的吗？那我打了。那边有电话。对。Hello， 我是妮妮。其实你们休息了吗？哦，因为。你可以一个人来找我们吗？因为我们有蛋糕上面处理的一些细节想要跟你讨论一下。对，但是因为现在时间真的有点晚了，你就让你心爱的女朋友先在房间休息。对，我们突然想到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想要跟你讨论一下。因为刚刚跟你们两个一起谈的过程中啊，我们都觉得其实女生有点口是心非。你说哪个部分？对于求婚的方面，你有这样觉得吗？因为我是一个女生，我觉得以女生的直觉，那个很重要。其实我们两个都觉得，刚才他有在等你那一句话。他刚刚好像有点吓到，就是对，可能我们两个讲太多，哎，你没有求婚怎样怎样，他可能就有点等，好像要。那个瞬间，你就要说你愿意嫁给我吗？可能当下反而是我没有心理准备。这又是你倒 Q 了。对，所以，所以我觉得刚刚来，不是沿路有那个很漂亮的圣诞树吗？而且我们因为要在高原教堂里面结婚嘛，那在前面圣诞树下面求婚，我觉得也蛮自然的。应该还 OK 啊，可以会达成这个你的协议吗？应该是 OK 的，只要就是不要一突然突然吓他的话，他应该是 OK。不会，这个我们跟你保证。愤而离开，然后打你。对，不会，这个我们保证不会。可是我觉得他真的在等你一句话。因为我也就是觉得说，我是好好的、认真的跟他讲一下，这样子。当初其实。他会答应跟我在一起的那一天，也是我画一张画给他。那现在如果他答应跟我有这段关系的话，那我觉得也是用一幅画，对，会是哎，好浪漫。对，我觉得这样的话，我觉得他也会容易接受一下。好，那好，我们知道了，那我们就把这个做到里面去，好吗？赶快去陪他。好的，好，谢谢，晚安。程序的话就是先出去夜拍。那就最后一张在圣诞树下拍。好，那个时候的话，你就从圣诞树下把这个拿出来。那我再把戒指弄给小雅。好了，我再把戒指给你，然后你再在圣诞树下跟他求婚。到时候怕讲不出话。他只是要你那一句话而已。对。OK 啊 ，OK。好吧。神圣的
决定就在我的心跳前面了。 Yes or no， 就看等一下。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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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先站这边，然后战胜在术前。他の方向ルクルクです。そ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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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、チラッと見る。 Look at me。 我跟你说，在一起这么久，然后经历过那么多风霜雨雨，我们走过你化疗然后又复发，我真的很害怕之后如果我们真的走到最后那时候，我的身份还只是你男朋友而已。这句话我可能说过很多次了，可能也有100次了吧，但是这么正式的我是第一次。我想这边再问你一次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 Yes。那你是不是这是我画很久？我要把它贴上去，这样子。好啦，看在你这么用心的份上，我非常激动。有啊，我有含泪的。其实因为他一直有在帮忙准备，然后就有一直想办法问我说能不能把他喊出来，这样子就有觉得你们有鬼鬼祟祟的。我就说他很聪明，他已经发现那个 tempo 都断掉了。对，恭喜你们，恭喜你们，再喝。然后今天晚上真的是好好休息，明天漂亮的迎接我们的婚礼，最美的新娘，对，做最美的新娘。